看清楚了吗？嗯，一共33式，除了最后那一招化龙，都看清了。最后一招是幻术，不是枪法，能看清就有鬼了。不过看得清跟学得会可是两码事儿，不然跟别人打一架，人家就把你的招数学去了，这哪行啊？我跟你师娘要去云游天下，没有时间在这一招一式的陪你练了。不过按你的天赋，应该也不需要我来教了吧？ 拿去，自己练。多谢师傅。你呀，应该算是我徒弟中最幸运的。师傅何出此言？我的剑法是天下第一，刀法是天下第一，这拳法和掌法呢，应该也算是天下第一。唯独这枪法，我还真算不上什么。这百里东君和萧日峰，刀剑耍得再好， 尤其能超过我，但是你不一样。我？你若成了枪仙，那可就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枪仙。啊，师傅，可真是高看我了。哎，这可不是高看。百里东君出身名门，萧若峰出身皇室，叶鼎之乃名将之后。唯独你，你一介浪人，生于天地间，以天地为家，却能与他们并肩。 你敢说这不厉害？别让我失望。嗯，下次再见面时，我可是要喝你的喜酒。